这次我们要出去旅行了啊。上一次呢我们可能是尝试一下取取经，总结总结经验啊，我们这次呢才是动整个的，重整旗鼓，再次出发。我也去啊。我不想带你去，啊、知道吧？不想带我去。老铁们啊，我们是我们夫妻俩出去的，为什么又再次出发呢？上次你们也知道啊，带俺老婆一家老小出去，淄博吃烧烤没吃撑。这次我们说，我们这次花了血本呢，啊，花了血本，也真是动真格的，也花了不少精力啊。火造，你就别去了吧。对，我说别去啊！我对你说，你们。姐姐说我跟肖永刚搬到外边去，你再操走了。啊，实话实说，老铁们，你说我带他去合适吗？俺们两口子去，你住哪？你不是关注个宾馆里住啊？你看还要住宾馆，我们这次去需要穷游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呢是我们家刚买的这个水桶，给你们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我们设备。你就别添热闹了，我说实话。别添热闹，就带你去的。你可让俺爸赶紧得去。俺爸去就去呗，带他出去转转。有，这还不方便。还懂？哪有这样凑热闹？给你们看看我们的装备啊！这是灶，嗯，这是壶，嗯，这是锅，嗯，然后这个是水桶，啊，这是吃水桶哈，吃水桶。对对对，然后喷，哎，折叠喷。然后电源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电源。然后就是气是吧？啊，这是做饭用的气罐。这个是帐篷，这个是帐篷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，再慢慢准备。嗯，还有一个我看到了啊，还有一个这个防潮垫是吧？啊，对。我们出去呢，既然老头说想去了。我们必须带帐篷，老头睡车里，我们两口子睡帐篷，可以。你说这样开心？管管的，哎，啊，但吃好吃不好，咱就不要再计较了。俺就不吃，俺今天吃一天，咱去出个俺看看。你空营出去主要干什么？主要去看看空营啊，看看城市里老太太。哎，上哪看老太太？我给你500块钱，你就搁家吧。你给我1000块钱，我也不搁家。你确定去啊？确定去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赶去？啊，马上手没了，是不是？什么马上手没？我这早了，是不是躲着来？那我不是躲着来，我躲不来呢。放着吧，不要抱我这水桶了。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这你说你的，我去哦，去躲还早。我去的时候你再说。提前到家哈。嗯，走了。走，不走他来。你今天一会儿不走。你从来没出去旅游过，人家看着你。这次什么情况呢？先跟你出去转转啊！俺爸呢？说实话，真想去，去就去吧。嗯、虽然说做一辈子小生意，但是没去过太远的地方。嗯，都是在这附近。啊，我们的设备都给大家看了。有懂的朋友就还有什么我们没准备到位的，提醒一下我们。对对对，防止我们到路上啊，嗯，拔下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。是这样说的不？嗯，是这样的。啊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明天继续给你们更新我们这趟旅行。我们正准备是往青海、西藏那块。啊，跑得远呢。嗯，那块凉快嘛。啊，行。看看我们到底能走多远，这不一定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俩没有旅游的经验。因为很多事情，我们第一次尝试，可能半路受不了，也许可能就回来了。对，有可能就放弃了，但尽量不放弃啊，挑战一下自己，给我们的。粉丝朋友带去不一样的风景，好不好？人家我们的粉丝朋友都自己出去旅游。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拜拜，拜拜。谢谢你们，有什么不圈的给我们留言。来，真的真心感谢你们啊！让各广大粉丝看一下你的衣服来。怎么了？有什么见不得人吗？肚子6个月了，前面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出去还饿了。出去还饿了呀？肚子也不舍不啊？超人吗？